早八早有人啊，比我还要早醒来啊！这边嘤嘤啊啊，嘤嘤啊啊！阿贝阿金呢？啊 ，Welcome back to my vlog 先。嗨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啊，就要跟大家讲哈，我们 have 新成员。哎呦，哎呦！啊，这个呢，有一点像那个暹罗猫啊，不是有一点啊，就是暹罗猫了。它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哈，我有一个员工哈，在苏差的台客鸡排那边，他看到他很可怜，然后可能他吃鸡排吃到啊那个毛落了啦哦，所以呢，他看他这样可怜呢，他就拿他回去啊照顾几下几下这样。后来发现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哈，他有一个女朋友要养。对，在这种逼无奈的情况下呢，他就问，哎，老板啊，你有没有要领养这个猫啊？哎呀，我连本呢就不想再收留猫了的，我不想要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啊的猫啊，吃的东西比我还贵啊！我的爱心，泛滥的爱心，你们看这个爱心多么的泛滥。好了，勉强勉强的跟它收留几天先呐、啊，哈、哦。但是我发现最惨的一个东西就是。而且呢，好像是可以结扎的年龄了。哦，讲到结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的这些小猫好像也长大了。嗨，你们也长大了啊，你们也是要结扎了，差不多了，你们差不多要结扎了，你们也是差不多可以结扎了的。Very very 的严重哈，这些猫一个不小心，有一个精子不小心进到他们的卵子，我这里呢就会成为啊。你们就给我乖乖的去结扎。去CLS 这里买一个相机啦，老板。平时呢，他的店呢，每次给我们都抢，抢到差不多要差不多了哦。现在呢，啊，我要来 support 回他，来跟他买相机哦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哈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对嘞，今天我就正式买这台机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用啊，我是真钱买的哈，不是他们 sponsor， Sony 都不要 sponsor 我啊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哎哎，哇，哎呦，哎，就像楚楚一样啊，喜欢楚楚的哈。花了差不多10000块，你们千万不要来这里，千万不要来这里啊、哦，你们一来这里啊、哦。就会不见掉几千块啊！哈，千万不要来这里，除非有需要你们才来啊！得空不得空，不要来这里啊 ！Mic test 1 2 3，讲吗？我不要。你试试看讲，我要听声音不了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不要一直吃嘞。哇，还是用这个相机比较好。哎呦，你看那个画面，后面呜呜，然后前面呜。Good morning， 喵喵。喂，不要这样可爱的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啊，今天的这个 vlog 呢，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相信很多东西，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正式做到的话呢，我是不相信它是有可能的啊。你们接下来看就懂了，看我们讲啊，我讲也不懂啊，但你就这样演哦，我讲你又不太懂哦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模仿我，你不要假假的嘛，错。好的，今天纯粹想要做一点小小的试验啊，因为每次在那个网上我看到那些人做嘞，啊，就觉得好像很不真实，很不靠谱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这个实验是最简单的啊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哼，蜡烛。啊！哎呀妈，鸡牛！这样简单的，你来点燃它，然后我吹灭它，然后你就远远这样子啊，不可以靠近它，然后远远这样。嗯。喂，点蜡烛，点那个心一点。哎，来来来，在那烟那边，烟有没有烟？你不要这样靠近它，烟有没有？骗人的是吧？烟鸟咩？这样奇怪了。对啊，烟鸟呀，这样子不可能的，骗人的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预备。
吐。是啦，哪里可能？还是因为哦，那个风一直这样吹嘛。我们这样，预备，吹咩啊？没有的，骗人的啦！骗人的是吗？慢慢再看多一次。可能真的有风了，我真的。欸，我帮你，我帮你顶，我帮你顶，你来点。我们这次试远一点看。像小孩子这样不错不错，很好玩这样。我突然间觉得我很幼稚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下一个实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今天塑料袋剪绑手指摩擦塑料管摩擦起耶 plastic 会飞在上面的，这个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。 OK， 来我们直接试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用第一个塑料袋。You are my destiny。 OK， tissue。 哇老板我叫骂塑料管好是有一点 feel 都没有咯。对，快一点，要快啊，摩擦要快。你在抽手？在顶住啊，很用力的顶住。不要抽手，抽手吗？哪里可能？它粘住它就有，你看粘住的嘞，它是被粘住的嘞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！我用剪的好不好？我先来做这个摩擦的东西先。欸，我已经觉得我的毛会被吸过去了哇！哇，真的嘞！你看那个毛吸住的哦，会是怎样？你看啊，是吸住啊。OK， 来摩擦，来准备放上来，可能要快。静电，静电，静电。今天骗人的这个东西，我失败耶，我有一种挫败感。这个结果呢，我觉得是骗人的。如果我做错什么，你们就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看，问我哪里出了什么问题的。接下来看，你看还放一个 Coke， 跟一个 Sprite， 然后最重要，你看了这个纸袋是用安全套来绑的，它要用安全套来绑才可以。可以啦，我们现在在做实验，放心哦，我们没有做别的。不用紧，我们首先先来准备，要先来一个这个，然后呢 ，Mentos， 来证明它是 Mentos。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东西要做，去买安全套，是吗？它是用安全套，所以我们就用安全套啦。我们要跟住 SOP 的。我跟你讲不可以。嗯，给咯，那你去买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要把这个 Coke 跟这个 Sprite 装进这个安全套。你看。不管我是啊，我只是为了做实验，所以我们要装进这个安全套。不要开玩笑啊，我们还是拿003的哈。看一下，
你做么？你有聊噻？套下去。套。那爆掉怎么办？要弄出来。Oh no！ 满出来了哦。我不懂啊。可是我这样子 max 了哦。我看我直接用 plastic 啊，比较快一点的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的 coke 跟 sprite 就在里面了，我们倒水在里面，我们就试试看它会不会像那个这样。有头 video 的东西就真的是不太可以相信了，又或者是有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东西，你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了。啊 ，Let's go Let's go， 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， 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。